委会。近日，我市连续发生杀人案。该案件到现在为止，确定的受害者有五名。这个凶手男性，年龄在25到30。特别调查处，赵云良。身高在1.7到1.85米之间。继续作案的可能性为，也就是说，我姓赵，来这儿办案。先生贵姓？此时此刻，这个凶手一定在此作案。省尉，在这里认账。赵省长，你怎么这个点在这儿？你刚搬过来，不邀请一下邻居，给你等等吗？行。子老师，追你的人一定很多吧？你三番五次的来打我，你真让我很为难。沈教授这么说，都是对我有意见。这个，赵处长，往好自为之。沈老师擅长钻研各类生物，可唯独缺乏对人的研究啊。沈老师，沈教授，沈老师，沈老师，沈教授，沈老师，沈巍啊，沈巍。凶手的作案方式是将目标受害者绑架后囚禁到一个隐秘的地方，慢慢的折磨之人。你为什么不干脆杀了我？李老师，你能不能不要生气？你抱抱我。陈老师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不喜欢。你喜欢？以后你的生活起居饮食都会由我一个人来负责。沈飞啊，我已经等不及了，炸了他，我就是你。第六名受害者，死者的生前被拘禁，期待旁人和救赎，只是一种仪式。因为畏惧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追求。